好像是之前那个什么《众神之战》的作者做的，对啊，《动物格斗》啊，哎，你有兴趣是吗？好像可以网络对战哦。来来来，等一下，他那个里面角色都是梗图啊，都是人家那些梗图。二 P 控制，轻攻击、重攻击，我用摇杆，轻重中，弹飞技能，快速起身，防御，前冲刺，技能使用，确认之后可以让前冲取消技能印记。好像还蛮简单的。三小啦，这真的有人玩吗？来，来啊 ，online 啊，还是要先 training。有畸胎儿哎、欸、，Walking Cat 胎儿 ，Walking Cat 来吧，宝贝，要。怎么打？知道怎么照到怎么连断？这游戏按钮没有很多哎、欸，还有什么招式表之类的吗？结束模式，这没有什么招式表、啊。脸要长那么畸胎，这是在干嘛啦？技能呢？这是击飞，没有什么大招不能用啊！好，有了，好，蛮强的，来。可以了，我现在可以对，现在可以开始对战了，来吧。无限连线品质，无限了。来，就去，哎、欸，有了，有人来了、欸，退起一八八。谁啊？他会选乌鸦，哎，太过分了吧 ？Round two， 哦，这别人的房间啦。Win， 我是进到别人的房里面吧？我还是自己开一个好，我自己开一房吧。RP Channel 先取两胜，房间密码不用吧？来，来吧，没问题啊。丢死，有啊，这真的有人玩啊？丢密码来啊，有没有人要玩的？马上来啊，马上对战。邀请看得到吗？谢谢订阅，感谢 ABB Down Up Down， 谢谢你。不用啦，不用跟电脑练了啦。这月多少钱哦、喔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记得好像几百块吗？我看一下，商店页面151块，还可以啦，反正玩一玩，你不喜欢就退费，这样就好。哎、欸，有人来了！你刚才不是在另外一个房吗？Walking cat，
游戏音乐有点大声，然后。Walking Care。Round one, fight.哦哟！铁三抗 ，Walking Cat， 哎呦，喂！哎，我的技能比较烂哦。靠，超过分。哇，我真是有点烂欸。我会接了啦，那怎么爆气？关厕所。有没有衰技啊？有没有衰技？哇，强哦！耶，Walking Cat， 凶就派，可可大胜利，玩家已离开。玩家已离开，干嘛这样？挖一只，来。哎，我觉得 Walking Cat 还不错啊 ，Walking Cat 还蛮强的啦。其实，他的那个攻击的范围还不错。我要玩乌鸦，哎呦，乌鸦强吗 ？Magic 魔法松鼠，小柴。Round one, fight. Hatoken。我抓乌鸦干嘛？为什么会丢大便？哇，攻击距离好远啊！哈都肯，好，伤害好低。
魔法松鼠。醒之哈多根。高超强。到了啦，哦，空中不能打吗？空中要怎么打？哈多克！哎呦，危险了！哦，哎，我觉得这只比较贱吧，这只超贱哎！空中只能化解，不能挡，为什么？玩家已离开，哎，又一个来挑战了。看来你是没有被我的 Power Hulk Dog 金币钩。我的小柴金币钩，金钩币。哦哟，凶！ Round one, fight!这好难用哦！哦，好难用哦，这一只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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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是好帅啊！也是我拳头比较硬。拳拳到肉的快感，我不知道这猫是怎么接啦。猫猫我会接。啊，好痛哦！这个没办法接大，大可能要浮空之后才有办法接。啊！死去！哦，我知道了。他是不是他应该是用简易模式接吧？还是他自己按的、啊？我就感觉是简易模式在接的，因为招式套路都一模一样。他昨天有练哦，还特别练就对了。
这画面为什么会那么卡、啊？画面为什么那么卡？他有时候打的时候，画面会忽然有点动，那个停一下，停一下，这样子啊。Round two. Fight.哦，换一只，有做功课 VS 没做功课。我靠，哎、欸，我才玩第三场这游戏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才玩第三场这游戏而已啊！你们那么严格是吧？啊，我重开一个房，他的房间没办法限制人数啊。来吧。负六百四，你那个醒目信息也太那个了吧，对不对？借口，我、哦、靠，好，我借口，来，你来，啊、哦，没办法，我菜，那，请问打输我的是不是就那怎么办？那照你这样讲。Walking Cat， 其实可以玩松鼠，松鼠其实蛮强的。来啊！他没办法那个啊，就是变得像铁拳那样啊，锁那个房间数量啊，这样就变成是会其他人打。铁拳是可以锁一对一嘛，然后你这样你不管输赢都是可以打。他、啊、这个没办法锁。海豚哦，我海豚我刚才看过了，海豚我没有很嗨。这个不能打、啊，那个铁那个是当生技、欸，就是你在舔手的时候，然后打你，你会直接变成是反击。哦、oh! ，哦，这样接可以多一段。Walking， 他会反击啊，他会反击。虐狗，哥哥本人，我觉得柴犬不错啊，柴犬不知道怎么接，柴犬要研究一下。哎、欸，他怎么没有按？按一下，来。换一只好了，
我觉得松鼠目前看起来最贱，松鼠真的超贱的。啊，练一下柴犬好了。勇哥要来复仇了，好好好，来 ，match。大手 Power Hulk。哦呦，这到底要怎么震开的、啊？我跟你讲，他招式很简单，可是很好玩哎、欸！这游戏真的 出乎意料的好玩，而且那角色超强的。你知道那个看那个 Power Hulk， 我就觉得很好笑。Power Hulk， 嗯，对啊，爽度蛮高的。Snake UO。我觉得要练他了，练一下。他怎么不是有那个风速狗？他也没有加进来啊。我记得不是有一只风速狗吗？分享对战，我不知道能不能那个、欸、分享对战，不过应该可以吧？单机也可以啊。Round one, fight.到底要怎么那个震啊？到底要怎么震啊？啊，有气就有气就可以震掉啊！对，气机满的时候可以把它震。
哎呦！我觉得他的 FPS 有点不太顺，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打起来的时候 FPS 不太顺。我再调一下好了，我看能不能调那个 FPS。他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 FPS 会卡一下卡一下，很奇怪。格 game 这样的话，真的是不太行。如果说要真的要认真做格 game 的话，再也震不掉。这游戏应该没有很认真啊！喂，哎呀！兽人格斗，兽人格斗不一样啦，兽人格斗算商业作品。这到底怎么接？我一直想要接那个连段试试看。没办法啊，这样可以接。耶、yeah! ！玩家也离开，我调一下那个吧。我调一下那个，不知道是不是全萤幕？对啊，全萤幕啊，全萤同步否啊？对，高，还是要开全萤同步。先试看全萤同步好了，感觉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点。怎么那么多房啊？笑死！哎呀呀，来吧！用心心，这游戏很简单啊，这游戏真的很简单，随便按就可以了。来来来，小草是不是？小草要对决是不是？来。我没看到小草上线啊！乌鸦星星着急会直接连喷 HP， 上手很快啊！这游戏就简单嘛，就简单啊，就只是要学个连段差不多了吧。2D 游戏说实在难度没有那么难啊，我觉得2D 游戏难度都算简单的，真的难的都是 3D 游戏啊，那真的是格斗，你看像 VR 快打，这不要讲，那个应该算是目前我觉得最难的格斗游戏吧。VR 快打真的是很难。
可以祝你生日快乐吗？生日快乐。对啊，那个学习曲线太高了。这款2D 游戏学习曲线比较简单啊。进来啊，进来啊，都来，欢迎欢迎。哎，小草来了，来。有星星吗？没有星星，哪来的星星？我来看这只好了。你看到星星啊？乌鸦星星哦。金刚乌鸦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不是那个小草。哦哟！这什么东西啦？哎，没有。哎，这样接得到吗？没有啊，我觉得应该是他应该乱动了吧。哦哟，哈密。松鼠好好玩哦，我觉得松鼠蛮机车的啊。松鼠其实蛮机车，等你练完打爆我，没有，你现在就可以打爆我啦，我也没有练啊。哦呦。嘿嘿嘿嘿哎呦奇异 Magic 嘿嘿奇异博士哎、欸，
哎呦，哎，叶问哦，有点想看哎，我还蛮想看叶问的。有了有了，奇异。哎，看为什么我离开房间啦？哎，等一下，来，好，啊，要按查，要按查。不要啊，好啊，我是想看李小龙啦，其实，对啊，反客为主。啊，有了有了，他进来了。我练一下松鼠的连段啊。那只是猩猩还是乌鸦？猩猩乌鸦。松鼠连段要怎么接？这个有点帅。他手黏住了，对不对？还有金卡法是不是？Hadouken 一直哈妹，玩家一离开，就来一个新的挑战者。我要哈妹，哈妹再哈妹，我要一直哈妹。对啊，这游戏的波会倒啊，超强的，而且倒地之后一直中，他们没算好，你起身就中。New Challenger，
哎呦！哎，怎么用那个去了？刚才怎么用那个去了？我有点忘了。是按哪一个？看一下。好，这样啊，知道了。哦，裁判都没在看路，金钩币，金币钩，来。Round one, fight.飞行道具应该不算吧。角色不平衡吗？我其实也不太清楚哎、欸。来啊，陈选教你做人的道理。那个马上走了。我还在研究要怎么接松鼠的吧，主要是伤害有差吧。他这个空中距离真有点短啊。很怕关厕所，没有啊，我只是刚才故意不逃出去的啊。我是故意不逃出去的，我在试空中的那个招式，看有没有办法可以打。他的攻击距离都偏短，说实在，但反正他有坡嘛。
卑鄙松鼠，我要研究看看。我想选那只猫，哎，我想选猫。我靠，重开房，来。KTV， 先看猫好了。没有啊，因为我刚才按到圈圈了、啊，我想要接着打。七个月。呵呵呵呵，还等我舔完啊。笑死。舔人干嘛？舔是反击啊！空中攻击可以防啊，空中攻击可以防啊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他一直被打吗？你知道为什么他一直被打？因为我一直恶责他，就是角色做坏掉了啦。我一直恶责他，他不知道防哪一边，你知道？太过分了。那招其实很，因为他没有责任，你知道吗？他可以没有责任一直发、啊，然后上下，你根本不知道啊。所以他不是让，他是不知道防哪一边啊。按错了。
哎、欸，他中了，打到你不会防御啊！可是他的连段为什么可以那么痛啊？对啊，连段很会接，我觉得连段一定不难按啊，这游戏连段一定不难按，去研究就好了。做一个衰技吧，我觉得他应该做个衰技什么会比较好，少一个衰技吧，不然对方一直防，一直防，一直防，对不对？我换一个，哦，房间都被占满啦。哎，有了，有了。猫起来，来哦！笑死！甜，你是甜，打我啊！给我笑死！
啊！啊！血！我靠，好痛哦！太痛了！太痛了！啊！要死了！咚咚！嗯，好甜哦！还搞！笑死！好啦，认真啦，认真啦，认真啦！我笑到都忘记防御不是这真的太白痴了，真的太白痴的游戏。好啦，我知道是不是要让个位置给我啊？来，还有一个位，还有一个位，再一个位，你按那个排队字幕对末啦。来，有了 B。
Big Boss 也上线了。我换一只网来。松鼠吧。这是很吸蛮多的，我觉得。笑死！对啊，松鼠就是放粗戏的啊。可惜没有抓，如果有抓的话，我就可以发波去遏折它，就是少个抓技。
啊，这个没有啊，原来如此哦，我以为它跟铁拳一样有中段跟下段之分呢，没有啦，它这个就是这个没有什么中段的攻击吧，感觉都是同个段啊，所以你只要下后防就好了。懂了，懂了。就是差 combo 了。对啊，可以推开，可以打那个，推开可以把大绝挡掉吧，因为他有一段短暂的无敌时间啊，所以我猜应该就是那个时间可以把对方的那个打掉。Big Boss， 他不让我们，那我们自己开吧。自己开房，Big Boss， 你进来干嘛啦？圣诞节晚上有人约了吗？还没，你要约我吗？干嘛啦？等一下啦 ，Big Boss 咯。靠！我锁密码啦。等一等，好。交换礼物吗？哎呦，色色的啊！好了。
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。好，这个算蛮有创意的。怎么断的？每一段完全都一样啊，不一样啦，当然不一样啊。哎呦，不错哦，砂锅般的拳头。没有，哎、欸，要死喽！没有，噔噔噔，哎，噔噔噔，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是，他绝对是单身狗。Walking Cat。
已经看透你的招式啦，兄弟！我已经看透你的招式啦。按错了。来主人争夺战。血量不够了，血量不足啊！哎呦呀，那个跳应该闪不掉吧？我知道了啦。猫掌，甜甜手就是他会被反击，他如果在你甜手的时候打你的话，他会被反击。
这个猫啊，对空有点问题耶、欸。我觉得他的猫的对空有点问题，因为有时候按了他不会跑出来，还蛮奇怪的。不然我刚才可以对空对死他，因为他都很喜欢直接跳路嘛。那他跳路的时候，你直接对空打他就好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猫的对空一直怪怪的，都按都按不出来，很奇怪。可能是要特别状态下，在那个固定不能够做别的事情吧，我猜啦。如果你加方向键，就会很容易变成按不出来的东西。比如说，你可能只能是完全输入下之类的。对。打击判定都很奇怪，这游戏我在跟 Big Boss 打、啊。看他什么时候会发现。
中段打到也不能干嘛、啊。奇妙的猫。他知道了，他知道了。可爱啊！那个是中段打吗？那个抓不知道是不是中段的、欸，猫抓鱼。没有啊，好像不是中段。那为什么要做一个蹲下的抓呢？用意到底哪里？蹲抓还有硬直。他这个真的是没办法，那个像铁拳那样子有没有？没办法，这毕竟还是2D 游戏的系统啊。KO。对啊，设计没有那么严谨啊，就是一个搞笑的游戏。其实我这算是比较搞笑的游戏。Round one, fight.不要逼我、啊，空阵。
冲阵。蹲下可以变那个还不错。哎，又为什么不行？会有个硬直时间啦。乱七八糟，都打架应该没事吧？他怎么取消？哦。没命中的，一定要命中还可以取消了。呵呵呵，哎，哎，哈哈哈哈，哎，三小，哦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，好累哦，这游戏玩的好累哦。你们打一场，你们打一场，啊，好累，我要休息了啦。红月，你跟 Big Boss 打一场，我看你们打，好吧，不然你们打，你们打，我先休息好了，累了，玩了一款 Kang Game， 这游戏真的超 Kang 的，打赛不错玩啦，轻松有趣，对啊，轻松有趣，不过就是。搞笑游戏嘛，搞笑游戏。好啦，就先这样啦，大家晚安，明天见，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